我们的食材都是严选台湾的朝天椒与蒜头，那他们都是经过第三方 SGS 检验合格认证的农产品。那产品在送到我们这边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再重新的挑选，把一些比较外观可能比较看起来已经有点不是很好的辣椒、蒜头跟挑选出来。我最喜欢就是可能在中午啊、晚上的便当里面啊，然后把它加在里面，然后它就是会味道会特别的会好吃，对。然后有时候这个便当可能或许不好吃，加了这个辣椒，整个味道都变得不一样。那或者是说你在炒饭的时候，家里煮饭的时候啊，把它添加一个香料啊，吃起来味道也很不错。目前在我们蒜泥辣的粉丝专页都有网站可以直接订购。那如果有公司行号需要大量订购的话，也可以私讯我们蒜泥辣的粉丝专页，或是直接电话订购。我们又有提供自取的服务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欢迎私讯我们蒜泥辣的粉丝专页，那我们都会尽快的回复你。健康低钠无负担，百搭绝配超对味，蒜泥辣最简单的食材，最不简单的味道。